41岁郭晶晶盛装出席宴会，却被指老气不如75岁的汪明荃得体。郭晶晶是著名的跳水运动员，斩获无数金牌，不过为人一向低调，即使嫁入豪门也过得十分朴素。平时看她参加活动都打扮得很随意，鲜少见什么珠宝奢侈品，简直就是豪门界的一股清流。近日，香港演员汪明荃分享了一组名流宴席的照片。出席宴会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名流，和阿姐坐在一桌的有明星，还有霍启刚、郭晶晶夫妇。当天，霍启刚西装革履，白色衬衫加领带，配上标志性的黑框眼镜和微笑，十分儒雅绅士，虽然有点中年发福，但在西装的包裹下也看不出什么赘肉。郭晶晶罕见打扮了一番，配上钻石耳环、红色蕾丝上衣，搭配可爱小挎包，看起来气色不错。不过这身精心的打扮却被网友指出实在是太老气了，一点不符合她豪门阔太的气质，还不如旁边75岁的汪明荃打扮的得体，人家至少是花了点心思，不管花色还是服装搭配都和年龄相符。